感謝主耶穌，神嘅愛實在好偉大。希望大家咧係一路聽嘅時候咧，唔單止用個頭腦去聽，而係咧整個心靈話有個神真係咁好嘅。咁我都會講到不同方面睇到神嘅愛。希望咧我哋聽嘅時候咧，真係深深嘅去諗同埋感受神嘅愛，去享受神嘅愛。因為實在其實好多基督徒都知道神係愛我哋嘅，但係咧好少人係活在愛中嘅，即係話日日享受神嘅愛，而係被神嘅愛推動嘅。即係好多基督徒咧，其實都話：哎呀，好軟弱啊！哎呀，冇力量啦、啊，好多煩惱啊，搞唔掂啊！即係呢種情況咧係常見嘅，係日日都話啊，神真係好愛我，感謝神啊，哈利路亞，可以享受神真係好啦。活在世上真好啦，做基督徒真好啦，咁樣嘅基督徒咧係少嘅。咁點解咧？因為好多人唔係咁深深咧感受同埋享受神嘅愛，因為好多時人從細開始咧就好多責備嘅，好多要求。於是咧啊，你唔乖啊，你唔聽話啊，你唔夠叻，你唔夠好。於是好多人就會自卑啊，自卑嘅時候咧就會覺得一種壓力之下生活啦。呢一種其實基本上咧喺個社會上咧係基本上係律法為主嘅，即係話咧你做得夠好，人哋就會話你夠叻；你做得唔夠好，人就會話你做得唔夠好。甚至咧你做得好好，少少唔好咧，都有人話你唔夠好嘅。咁所以我哋好多時咧就要做得夠好夠好。好簡單，譬如夫妻關係，好多時啊，哎呀你冇做咩？你冇洗碗啊？你做咩唔乾淨啊？你咩冇做啊？即係呢種嘅説話多過話。啊！你真係好寶貴，啊有你真係好啦，哎呀，日日都享受你，邊種叫多啲咧？好明顯咧，係要求做乜嘢係多啲嘅。我同我太太咧係盡量咧係所有時間都係講恩典嘅説話嘅，都係欣賞嘅，都係愛嘅關心嘅。嗱，我哋都要需要講一啲處理嘅事情。處理嘅時候咧，我哋又係用一個平和心，因為唔需要激氣嘅，唔需要發嬲嘅，唔係發嬲佢容易聽啲嘅，係。大家傾更加容易嘅，咁我哋都係追求同神更加密切嘅關係啊！因為好多時我唔係淨係我嘅説話教導，我嘅生活都教導。呢、這個我同我太太嘅相啊，即係咧我哋成日都戴住嘅，呢個睇唔到啊！同埋我個 calendar 啊 ，Shirley 攞出嚟。咁咧就即係話好多時人咧係活在律法之下，因為缺少愛，所以好難接受愛。神愛你係咪真係咧？好多人就唔覺得係愛啦。我太太 Shirley， 咁你望一望咧就係我哋嘅相喺度。即係話我哋幾時咧都係時時咧，佢又好有心嘅，即係咧好多好多呢啲咁嘅預備咧，讓我哋能夠時時享受。享受我哋嘅關係，好多好多嘅行啊，即係好多嘅行動，好多嘅愛，佢亦都好有智慧嘅。喺我預備信息好多時，我會問佢意見啦，同埋我侍奉都問佢意見啦，佢又俾我好好嘅意見，我又唔會覺得被冒犯喎。啊，我講到講咁多人都聽，我點解要你俾意見我？我唔會覺得冒犯嘅。我覺得我要想提升，我必定要聽人嘅意見。咁因為好多人唔係喺愛中長大，所以變咗咧係好難。接受愛，其實我自己唔喺愛中長大嘅。我屋企細個嗰時係離婚嘅，係好多吵鬧嘅。係我認識耶穌之後，然後咧知道神嘅愛，而後來當我越多禱告、越經歷神嘅愛嘅時候咧，我嘅整個生命嘅就好大嘅改變。就算好多基督徒同神嘅關係係咪真係充滿愛咧，都未必嘅喎，因為覺得哎呀，神嘅要求好高啊，唔達到標準啊，我唔夠愛神啊，睇聖經又唔夠多啊。又唔肯祈禱啊！即係好多時會覺得係一種壓力嘅，或者咧侍奉唔夠力啊！即係呢種嘅情況咧係常常有嘅。其實咁你話咁的，而且我好多要做啊！神嘅要求咁高，我點做呢？當我哋諗律法就係會好辛苦啦。但如果我哋諗恩典咧，神日愛我陪我，每次祈禱親近神，即係先敬拜嗰時，實在非常好啊！你哋有冇覺得感動、平安、喜樂啊？有冇啊？有覺得嗱，原來親近神就咁好啊！就係你親近神嘅時候，神嘅愛、神嘅平安、喜樂就會嚟嘅。你自己親近神，你屋企有冇呢種平安、輕省啊、喜樂啊？有冇啊？有冇些少啊？有啊！咁你就睇到神係真係嚟祝福嘅。
所以你就唔好時時咧揾，淨係諗嗰啲律法嗱，律法我哋都要諗，但係諗嘅時候點諗咧？因為我係被愛嘅，所以我好樂意去做。嗱，好簡單，有時啲父母叫個仔乜乜乜乜，你要聽話，你要咩？佢硬係唔聽喎。啊，佢一拍拖咧，就個女朋友話乜，佢就聽曬喎。點解？因為佢覺得被愛。咁你話父母都愛你啫，點解你點解以前唔聽咧？咁咁一方面咧就係仔女嗰時唔識得欣賞父母愛。咁第二咧就係因為父母太緊張，仔女要聽話。所以是成日催逼催逼，但女朋友是不會催逼，直接結婚就催逼了。咁咧就又變翻好似媽咪咁咧，所以咧又好多結婚之後咧，又變咗唔係好似拍拖嗰時咁俾女朋友影響。其實咧就係你越接納越愛咧，反而佢聽話。所以教仔女唔係你曳啊，你唔聽話定做乞衣咧，佢唔會聽話啲嘅。你話你好寶貴，我真係好錫你，你好重要噶。你想成為偉大嘅人，你點可以成為偉大嘅人？你咁樣同佢傾啦，幫佢思想去引導佢啦，佢反而佢會更有動力，同埋佢一做得好之後欣賞佢。嗱，神其實好多欣賞説話，不過好多人又唔睇嗰啲喎。我識有啲基督徒就睇咩咧？哇！如果注重罪孽咧，神就唔聽祈禱啊，所以我祈禱又唔聽。那些是給不是悔改的基督徒的，不是給你的，你不要經常就哎呀我有些罪我處理不到，我就神聽我祈禱。如果人真的不悔改，是神真的會不聽，但如果你真心說神啊，我需要你赦免我的罪，我需要你，你拔著耶穌，耶穌不會不理你的。即很多人又想到啊，神啊是烈火啊，哇這個是真的，這個是被審判的，即是不信耶穌的人，不跟從耶穌的人。那我信靠耶穌又跟從耶穌，不要只是信靠喎。聖經講到是唯獨遵行我天父旨意才能夠進天國的，即信心一定有行為，信心是得救的方法。怎樣得救呢？就是信靠耶穌就必定得救，行為是果子，不是靠行為得救，但有真信心就一定有行為的。那你遵從呢，不是一種壓力之下，是說神那麼愛我，好像一個男仔當他被愛的時候，他就很願意做他女朋友想去做的事。就是同樣我們被神的愛激勵，就不會做基督徒做得很辛苦了。神很想我們活在他的恩典中享受他的愛。很簡單，就是由食物都是的。你喜歡不喜歡吃東西？有沒有享受啊？是哪裡來的食物？是神創造，是很好吃的，很多種好吃的食物。神特登呢將啲好好嘅味道同埋不同嘅味道放喺不同嘅生果、不同嘅食物。神係一個好好嘅廚師，神亦都係充滿愛啊！佢真係咧係充滿愛喺食物表達佢嘅愛，你覺唔覺得啊？神係喺食物裏面表達佢嘅愛。神創造美好音樂，鄭先嘅音樂好靚，好多雀仔真係唱歌好靚，有冇欣賞下？有時有啲人行過咧，就聽到即係聽到雀仔聲，不過唔識得欣賞啊。其實雀仔唱歌係好靚好靚嘅，或者人唱歌其實咧一樣係可以好靚嘅，音樂樂器都係好靚嘅。我哋話神就創造呢啲俾我哋享受啊，喺自然界係咪好享受啊？呢啲嘅音樂，但有啲人咧就成日啲遊戲機啊，嗰啲電視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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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輕鬆的音樂的。那其實我們在神裡面可以享受輕鬆的。神是不是充滿美感啊？其實在自然界很多樣的生物，蝴蝶啊、雀仔啊，我們很喜歡，我很喜歡拍蝴蝶啊、雀仔的照片的。花啊，很漂亮的襯的顏色，有沒有留意啊？真的很漂亮。我們就神啊，你日日送花給我們，有沒有人日日送花給你啊？沒有。但是神日日放在大自然的花是給誰欣賞的呢？是給我們欣賞的，是神出於愛的。我們由自然界有了神的愛，還有神創造很奇妙的身體。我們眼睛不是只看到東西，是不是表達表情是很特別的？人的眼睛包括動物的眼睛，你才分辨惡狗和善良的狗的眼神，懂不懂？你看不到啊？你看到狗的眼神你看到的，
國又唔同樣㗎，你望下你唔好咁驚佢哋。其實狗係好善良，佢好多時吠咧係因為佢覺得被冒犯，佢以為你侵犯佢嘅啫，佢驚先會吠嘅。其實狗本身咧係神賜俾人一個好良善嘅動物，即係當然佢有佢惡嘅時候，但係佢係好中意人，好需要人嘅。人嘅眼亦都係充滿感情，人嘅手係咪好特別啊？人嘅手能夠做嘢啦，同埋表達感情嘅。笑容係咪好靚啊？有笑容真係好好嘅，同埋人嘅身體。全身可以跳舞做不同的事是很奇妙，所以每天我們做這些都享受神。神啊，感謝你，哈利路亞，有沒有享受神啊？什麼神的事都是好的，我想到神的都好的，我是很喜歡神的，我不是只信耶穌，我是喜歡神，喜歡到發燒的，即是我想到神我就喜歡的。當你天天去想，你是會看到神的美好。所以我現在看一些經文裡面講到神的愛，以賽亞書49:15一起讀，有新經文一起讀嚇。婦人焉能忘記他太太的經下，不憐恤他所生的兒子？即話有忘記的，我卻不忘記你。啊，呢度講到咧，神咧成日都想念我哋。啊，中國人係一個好特別嘅文化，中國人嗰種懷念係特別多嘅。喺香港咧，好多嘅書籤啊，好多嘅詩啊，好多嘅。歌啊，都係講到友誼關係嘅，講到呢種即係人同人之間關係。所以中文有好多字眼啊，懷念、想念、思念，都係講到不同嘅。當人想到另一個人嘅時候，佢心情係點樣嘅？呢個係中國文字係特別多呢種嘅表達嘅。咁呢個就係表達出神點樣想念我哋啊！呢度我相信有好多媽咪係咪？你有冇試過唔記得咗你個 BB 死啦？唔知去咗超市嗰陣時放低，抑或係搭地鐵嗰陣時放低咗咧？抑或巴士放低咗咧？抑或係買魚嗰陣時放低咗咧？會唔會試過咁樣發生過啊？你找錢嗰陣時會放低個 BB， 定係放低嗰啲魚嗰度咧？放低嗰啲生果欄嗰度，然後你找錢咧？你唔會㗎係咪？你會掛住你個 BB。當個 BB 病嘅時候，就算媽咪要翻工，譬如當有菲傭照顧啦，佢都會打翻嚟。今日點啊？而家點樣啊？食唔食得嘢啊？即係都會有呢啲咁樣嘅關心，係咪？呢個就係神放喺人嘅心裏面嗰種關心。咁其實唔係淨係媽咪嘅，其實人都係有呢種嘅關心嘅。最緊要係佢係咪緊張？的而且確我哋發覺好多男性咧，佢想念佢太太有時唔係想念咁多，不過想念仔女又想念多啲。所以有人曾經勸過一啲丈夫，你愛你的太太好像你愛你仔女，你太太就會很喜歡，因為他有時一個注意他在仔女的身上。其實神就是這樣經常想念我們。那你說我怎樣知道神想念我們呢？我們其實每一個人都有犯罪軟弱，是不是？犯罪軟弱的時候，神就說我不理你，我不要你，因為神在那裡感動你，不斷拉你回頭。有沒有這個經歷？不斷感動你回頭， 不斷在你的心裡面做工。這個就是神想念你並且不斷去感動你。但很多時候人就會拒絕，即是神有感動但是人沒什麼反應。我想問你，如果有一個朋友拒絕你兩次、三次、五次、十次，你還會找他嗎？不會的。但是神呢，我形容用人的說話說，用正面說，他是很厚面皮的，是正面的。你幾次拒絕他，他不會說你已經拒絕我50次、100次、1000次，我不會再理你的。神有沒有這樣啊？神是沒有的。神是次次不斷，無論你有多久沒有聽神的話，神依然感動你，直至那個人完全的拒絕神，跟神完全隔斷了關係之後。但依然有時有些情況，有些人跟神斷絕了關係很久，忽然間有些事又會令到他又想回神。其實這個都是神在他裡面做工的。當我們這樣想的時候，是不是神很偉大？即是他那種面皮厚的愛，即是你想像想像啊，你父母你拒絕他很多次，但他依然來找回你、愛你，你會覺得很特別。神就是這樣的。我得閒就會想神的愛，我得閒會想下我得救的時候，神怎樣使用不同的人幫我，不同的環境幫我。當我不聽話的時候，神怎樣幫我，神怎樣提升我的生命。我想起很多的情景，我就覺得神真的很好的。大家可不可以這樣想？
你日日去諗下，你就會知道我哋有個神幾好啊！喺呢個世界上，有冇一個人好似神咁愛你咧？有冇接近一啲嘅？有冇啊？係冇嘅。嗱，人咧就咁喎，哇！嗰啲男朋友咧，明明都唔要佢噶，係要哀佢，或者女朋友，哎呀哀佢，哎呀要箍煲啊，哎呀呀唔好走啊，唔好，嗰啲好緊張喎。但係嗰個咁愛我哋嘅神咧，同埋會俾男朋友、女朋友我哋嗰個神啊，佢會為你供應你嘅婚姻或者單身，係無論婚姻或者單身都係享受嘅。人就唔揾佢喎，其實神係能夠為你預備一切，超過你所想所求。你相唔相信？神係愛佢嘅人預備嘅，係人眼睛未曾睇過，耳朵未曾聽見，人心也未曾想過嘅。神嘅愛就係咁大啊！但係人咧，往往咧對於人咧就好緊張喎。對於神咧係冇乜緊張嘅，只係星期日翻嚟坐下啫。我哋可唔可以開始對神有啲緊張？神啊，你真係好，你想唔想啊？神你真好啊！我哋一齊同耶穌講：神啊，你真好！主耶穌，你真好啊！我真係太少諗到你嘅愛，太少感受你嘅愛啊！求耶穌赦免我哋。其實我哋諗下神點樣想念我哋，時時咧感動我哋。聖經在腓立比書二章十三節那裡說，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，為成就祂的美意。就是我們其實很多時候會心裡有些意念，會想怎樣跟從神、回應神，其實都是神在裡面做工。其實神跟個人都說話的，你犯罪有沒有覺得不舒服，聖靈跟你說話，有沒有感受到？有沒有感受到聖靈有時感動你怎樣聽神的話？這個就是我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裡面 心裡運行。其實神跟我們個個人都講笑話，我的羊聽我的聲音，不過很多人聽完就耳邊風，沒有真的聽。你真的聽的時候，你說神啊，你真好，你日日都想念我。哈利路亞。馬太9:22講到這個婦人呢，真的他缺漏很慘，用完錢，他又好，即是因為當時來說是不潔淨的，他都不敢去摸耶穌，但是呢即係佢唔敢公開啊！佢就秘密去摸，秘密去摸咧。耶穌話：邊個摸我？佢都唔敢出聲。然後後來佢最後承認啦。但耶穌嘅説話係好親切嘅。我哋讀下耶穌講嘅説話：女兒，放心，你的信救了你，係咪好舒服啊？女兒，兒子，神就係咁樣嘅，神真係好睇重我哋嘅。有些人會說神愛我，神愛那個啊，神愛牧師啊，神愛那些愛主都不愛我。其實神的愛對個個都一樣，不過呢愛他的人就經歷更多，因為聖經說到天怎樣高過地重，照樣他的慈愛向敬畏他的人也都何等的大。其實他個個都愛，神愛世人，不過呢你越愛他，你的心越開，你就越經歷到神愛。你的心越閉塞，越抗拒神，你就越少經歷神的愛，你亦都會同神越有距離。但你越多親近神、讚美神、思想神嘅愛，你整個生命可以改變。我希望今日呢個信息將你整個生命改變，因為所有嘅恩典都係從神而嚟嘅。我嘅好處不在你以外，唔喺神以外。所有世上乜嘢好嘢都係神嗰度嚟嘅。當你掹住神，你嘅一生就開始蒙福。你先求佢嘅國同佢義，呢一切就加俾你，你就唔需要再擔心。當然我們都是要做工的，但是你不需要再擔心。神看我們很緊張，你是祂的兒子，是祂的女兒。剛才我們讀過這個浪子的比喻，在這個浪子的比喻裡面，我們看到浪子真的好不好啊？他拿了錢，其實他爸爸未死已經拿遺產了，這個真的很不對的，但他爸爸依然給他，他的錢用完之後，他是因為沒有錢所以回去他爸爸那裡，即是他是想著沒錢我回去做工人，我不做兒子了，就做工人了。即是他的心其實是害怕的，他覺得不行的，他只是回去希望，就是說爸爸你，即是你有錢。 他不是想到、我他是想到我的父親有很多口糧有餘，他只是想到他有，他不是想到我父親必然想念我，我父親必然愛我，他不是這樣想，他是想到我爸爸有很多的食物，所以我回去做工人都可以了。但他想不到他爸爸見到他的時候就動了慈心，跑去抱著他頸項，連連與他親嘴。你有沒有試過攬著乞衣連連與他親嘴？你有沒有試過攬著乞衣走近乞衣會有什麼味道？
哇！真係好臭，呢、這個仔會唔會臭呢？一定臭，因為佢又喂豬，又冇紙換衫，又行咗咁遠路，一定全身又臭又濕。但佢爸爸依然攬住佢錫佢。但呢個仔有冇感動呢？啊，佢有知罪喎，不過佢唔信爸爸嘅愛，因為點解呢？佢話佢將佢嘅台詞啊，佢已經一早諗定啊。佢話我要諗定，我要話咧話俾我爸爸聽，我得罪天又得罪你，從今以後唔配做你嘅兒子，只係咧做你嘅仆人嘅啫咁。佢已經諗定咁講。當佢爸爸攬住佢錫佢，哇，其實好親切喎。佢依然就話我唔配稱做你嘅兒子。佢相唔相信佢爸爸嘅愛呢？佢唔係相信喎，佢只係覺得爸爸接納佢，但係咧，佢唔係真係感受到神愛佢個爸爸愛，所以佢依然係講話我仲係做你嘅工人嘅，咁嗰種嘅心態，其實好多基督徒都係咁。呢個浪子唔好諗佢啲未信嘅，信咗耶穌都係好多係浪子嘅，都係覺得神好遠，我好軟弱，我唔掂，好多人都係咁嘅諗法。但係佢爸爸就用行動啦，俾袍子、鞋子、戒指俾佢，同埋將呢個肥牛犊宰了俾佢，然後一齊歡喜快樂。佢爸爸係真心嘅歡喜快樂，真心嘅充滿愛，呢、这個就係神嘅特色啊！神就係充滿愛。詩篇139篇第五節，你在我前後環繞我，按手在我身上。嗱，好多人話係唔係咧？其實你好容易知道，你就會感受到，當你犯罪，神會感動你。當你一親近神，隨時隨地，神會話：你而家排隊先啦，我唔得閒啦，我唔回應你。你排隊等耐啲，我先回應你。神會嘅，神時時都同我一齊，會感動我哋。神嘅説話會進入你嘅心裏面。其實神成日同我哋一齊。你越親近神，你就越感受到神嘅同在，你就越被神改變嘅。我希望大家都睇到神真係同我哋一齊。西番書3:17，嗱呢啲我冇好多時間去講，不過咧主要話咧，神係見到我哋就歡欣喜樂，默默地愛我哋，成日咧因我哋喜樂而歡呼，因為好多人覺得神咧係一個校長啊。覺得佢咧係好嚴肅嘅，神有佢嘅聖潔、佢嘅尊嚴嘅一面，但係神係充滿慈愛。聖經裏面強調嘅係神嘅慈愛嘅，然後我哋先去遵從神。咁所以我哋真係成日記得，原來神係充滿喜樂嘅，亦都叫我哋一生一世歡呼喜樂，早早飽得神嘅慈愛，係享受神嘅慈愛。嗱，享受神嘅慈愛，今日呢篇信息可以開始。你呢種享受神嘅慈愛，但係要你每日去做，你每日去諗神嘅愛，每日活在神嘅愛，每日親近神嘅時候，你思想神嘅愛，你當你感受到神嘅平安喜樂，你就多謝耶穌，你祝福緊我。當你睇聖經嘅時候，睇到神嘅説話，你就多謝耶穌，你祝福緊我。你時時去思想神嘅愛，你就會越嚟越經歷到神嘅愛。喺我當親近神的時候，我整個生命完全提升。我初信主的時候不是這樣的，在我後來我是很多祈禱，我是隨時隨地可以即時經歷神的愛，即時經歷神的祂的喜樂、祂的愛、祂的能力，是即時可以臨在我身上。因為聖經說聖靈將神的愛轎灌在我們的心裡面，神和我們是很密切的關係。那怎樣可以飽得和享受神的愛呢？萬物，所有萬物你睇到，由聖經睇到，由耶穌嘅救贖可以睇到，同埋你親近神可以經歷到，同埋喺生活嘅幫助。有冇試過喺生活裏面你有困難求神，耶穌幫你？有冇試過啊？呢啲都係神嘅愛。但好多人咧就咁喎，以前嗰啲就唔記得咗喎。有一個問題咧就話：神啊，你幾時幫我啊？快啲嚟啦！哎呀，好慘啦，你好似睇唔到咁。好多人就會咁啦。以往咧幫助就唔記住喎。新的那些就擔心，其實神以往怎麼幫我們，神以後都會怎麼幫我們。有時神的幫助不是立刻，因為神最著重是我們依靠祂，不是最著重事情解決，唯有在天堂才會完全事情解決。在這個世上必定有困難，有困難不代表神不愛我們，你有困難是一個時候讓你就去信靠親近神，你一親近神你就會有力量的。我希望大家試一下，不要想到困難就一直想到神。好啦，咁既然有神嘅愛，就激勵我哋去憐憫人啦。唔係淨係我哋得到神嘅愛就哇，我哋又享受神嘅愛啦。我哋就淨係自己得福，神嘅愛係叫我哋改變人嘅。
我哋可以改變呢個社區呢個周圍嘅人。神亦都好歡喜嘅。聖經講到，就算一杯將杯一杯涼水俾一個小子，這人點樣樣啊？這人不能不得賞賜啊！所以神係好中意我哋祝福一個人嘅。你任何一個人，你見到佢，你唔使一定第一步傳福音，但係你最好一定某個時候你傳福音。你有時見到一個小朋友，見到一個咩人都好，一個長者，一個媽咪拖住啲 BB， 你能夠同佢搭訕傾偈嘅，都關心下佢，講啲好嘅説話，你就會影響到你周圍人，尤其你認識得嘅人，尤其你嘅家人，時諗下佢嘅感受，會影響佢嘅感受咧。講下啊，我知道你辛苦，你爸爸翻嚟嗰時啊，我知道你今日好辛苦，你啊媽咪啊為你煮嘅食物，你就啊好多謝，或者你嘅太太為你煮嘅食物，好多謝，感受佢嘅愛，感受佢所做嘅。當你對周圍嘅人有呢種回應咧，佢係會覺得好好嘅，係會覺得啊，你留意到我所做嘅嘢。咁神係好中意我哋咁樣。神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，馬太九章十三節。呢、这個意思咧，唔係話神唔中意我哋獻上嘅禮物，而係比較嚟講，神中意你憐憫更多。你憐憫佢係更加重要嘅，所以咧，你周圍去憐憫人咧，神係非常之喜悅嘅。而聖經有嚴重嘅警告，馬太廿五章啊，就係講到咧，做在一個小子身上就做在耶穌身上，但係冇做在或者弟兄中一個最小身上就冇做在我身上，後果係乜嘢咧？是要往永刑裡去，那些義人要往永生裡去。怎樣分辨義人和惡人呢？就是他義人是有信靠耶穌，他亦都因為信耶穌而生命有改變，他會做在一個主耶穌的小子的身上，而那個惡人就是他沒有做在神的弟兄的身上，就是他的生命沒有果子。我們不是靠行為，是靠恩典得救，但是當你有恩典，你必然會改變的。所以我們想想，我們有沒有做在一個弟兄的身上呢？有沒有做在我們周圍的人身上呢？很多人呢，這個沒有憐憫的行為，有什麼沒有憐憫的行為呢？就是不關心人。就算你有時候父母啊，周圍的人啊，你的弟兄姊妹，你的傳道人啊，他所做的事你有沒有關心多謝他，關心他，關心他的需要，或者計較排斥，這個是很多人很難憐憫的原因。他這樣講說話啊！我唔中意做同佢做朋友。其實人人都有問題嘅喎。佢發猛疹，佢咁長氣，我唔中意佢，就係我哋計較或者排斥某啲嘅人。人係好多好多呢啲嘅行為嘅。其實我喺即係帶領牧養啊、訓練啊，我都發覺，本來人個個都單純咋。耶穌咁愛我，我哋去侍奉神，咁就好簡單。但係好多人咧停留喺乜嘢？嗰、那個基督徒對我唔好啊！嗰、那個人有咩唔好啊？佢又講説話咁樣樣啊！啊，佢又咁唔好嘅，佢又驕傲，佢又乜乜，即係總係諗到人哋嘅唔好嘢，就心裏就排斥啊！所以求主幫我哋心裏饒恕呢啲人，就係因為佢有罪，佢有罪，佢需要神嘅愛，佢冇缺乏，佢缺乏安全感，所以佢咁多呢啲嘅負面嘅表現。但係我哋當我哋愛佢嘅時候，就可以幫助佢嘅。亦都好多人咧唔會傳福音或者唔建立靈命。曾經有人佢話：你為我爸爸祈禱啦。我爸爸已經是最後階段，已經在醫院那裡昏迷，不懂得說話，他才叫我去，我就沒出聲，因為他爸爸已經那麼危險。我問他為什麼你不是在他醒的時候叫我來呢？等到他昏迷才叫我來呢？就是我們會不會關心我周圍的人，會不會說想他在可以的時候。那有些人說他經常拒絕我，但我告訴你，我周圍的人都拒絕我，但我不斷去說。我的家人曾經叫我，你不可以再向我傳福音，我繼續到時到後，我又會用一些說話，因為我又不是用強硬，我又不是長氣，我就會內心又講一些的。另一個事就是人會容易傷害人，發脾氣，沒想到啊，我從來不會想向我的太太一次的傷害她，因為她實在對我真的很大的愛，我不想一次令到她灰心，令到她覺得在我口中會出一些傷害的說話。但很多夫妻咧係好隨意嘅，好隨意一個眼神，好容易嘅啫。你都仲做到嘅，輔導周時都係咁啊！你翻去咁做，即刻其中一個佢都唔做嘅，佢唔會聽你講啊，唔會做噶嘛，唔會跟住去做嘅，佢都唔會理我嘅。即係呢啲説話咧，其實都係重複講翻嗰啲困難啦。的而且確有啲困難，
但係我哋試下忘記，而係盡量講一啲令到對方舒服嘅。好啦，我哋開始做。我睇中你，你係最寶貴嘅人。你如果你夫妻兩個坐喺度，你同隔離一講，或者你係兄弟姊妹嘅隔離同我，或者你就係隔離都係弟兄姊妹，你同隔離一講，你係我所睇中嘅人，可唔可以同隔離講？路加六章四十五節嗰度話：善人從佢心裏所存嘅事就發出善話。到底點解有啲人能夠時時係有善良出嚟？就是、因為佢心裏面所存嘅善，有神嘅同在、神嘅愛，個心就會有善良出嚟。因為佢心中所充滿嘅，口裏就說出來。點解咁多人講猛整嘅説話呢？因為佢心裏面總係急同埋要達到我要嘅嘢。或者要求人是怎樣樣，但人家是這樣，你接受他不要緊，他是這樣不要緊，我不給他影響，我只是說不要緊，我想改變一個人，是不是心急會快一點？心急會快一點？不會快一點，所以你問他不會快一點改的，反而你用柔和的心是有機會他會改的。所以首先我們自己裡面充滿了神的愛，而很重要就是不要計較人的不好。這個這個是人整出來的，這個圖畫，這個貓其實是人來的，不過它的表情你一看它有一個很藐視的表情，即是人很多時候就是裡面有一種不喜歡人的心，於是就會發出這些不好的東西。所以我們要憐憫人，第一就不要計較它，因為世人都犯了罪，惡人從他心裡所存的惡就發出惡來，就因為它裡面有惡，所以它會這樣，所以我就明白人就是會這樣的。那我們為什麼不被人影響呢？癡線佬罵你，你會不會介意啊？我們不會介意，因為我們明白體諒他，他是癡線的。但罪人呢，罪人我們就很難體諒，因為我覺得他是正常人嘛，周圍的人是最正常，其實我們明白他雖然外表正常，而且他年齡已經不小，但他的裡面的熟齡的年齡，或者他的 EQ， 他的這個 EQ 叫這個情緒智商呢，是可能是小朋友的，所以他有什麼事呢，他就發敏症的，發爛渣的，他是裡面外面是很成熟，裡面是小朋友，其實很多人都是的，可能包括這裡有些人都是的，很容易發爛渣的，不用放在心上，因為他是他的問題。所以不好的水會不會飲坑渠水啊？不會啊。不好的說話好不好受落啊？其實很簡單的原理，不好的人講的說話不要受落，不要當一回事，而是知道他需要幫助，這個很重要，跟我講一次，不好的人所講的說話不需要放在心上，不好的人所講的說話不需要放在心上，知道他需要憐恤就去憐恤他，你憐恤他，你說其實他很可憐，我們就憐恤他，我們就能夠饒恕他，能夠祝福他。好了，怎樣憐恤呢？我們一起讀第一個，連接立人都必有困難和需要，人人都有的，每一個人都有。譬如衝破我們講信息，有些人譬如有機會分享，衝破這一句話是什麼？其實個個人都有需要，每一個人都有需要，包括傳道人牧師都有需要的，個個人都有需要，我可以祝福他的。第二，一起讀，相信我們必有地方可以祝福人，一定有地方可以祝福到他的，一定有些地方，就算你對他微笑關心，你問候他，你關心他的事，你記得他的事，都是一個祝福。第三，對人微笑，對人好，為人好告，善待人，幫助人，這個就是一個善待的心態。有人曾經寫過一個貓狗的測試，基督徒的貓狗測試，就是你周圍的貓狗都覺得你好，你就是一個好基督徒。有些人呢，他會見到貓狗就撕下他啊，整下他啊，見到人呢就要搞下他啊，這個呢就是一種虐待狂。即對於人，你周圍的小動物、小人物都覺得你好的，或者你最親的人，你太太都覺得你好，你就真是善待人。然後最後，你善待人，你先做最後的部分有效。一起讀下，傳福音幫助靈命，推動福音，就是你會告訴他耶穌多好。當你經歷過耶穌，我們講耶穌的時候，你不只是講去天堂，當然我們應該講天堂，不過沒有第一步講天堂，
你可以講有耶穌之後，我幾咁平安喜樂，我成個人唔同曬，我得到神幾多祝福，我而家開心好多，我啲重擔釋放。嗱，人聽呢啲會明白啲㗎，係咪啊？咁樣你先講耶穌，即係耶穌點樣喺生活上幫你。但係好多人冇啊，因為點解成日都擔心憂慮，所以喺日常生活得唔到神嘅幫助。但你日都有嘅時候，你講耶穌就好唔同啦。同埋你唔係淨係帶佢信耶穌，你睇俾佢睇到耶穌幾好，你就全心愛耶穌。我希望大家今日聽個信息，睇到耶穌咁好，你就肯用時間多啲啊，多啲啊，用呢個恩典嘅祈禱同埋敬拜讚美嘅禱告。恩典祈禱咩啊？宣告神嘅愛，神你真係好愛我嘅，神你關心我，你陪伴我，呢個前後環繞我，按上我身上，你時時祝福我咧，我生命有奇妙計劃。嗱，點解做呢個祈禱呢？是令到我們更加有信心，你起身就說神愛緊我的，哈利路亞，一起身就這樣，那你的人就會開心了。一起身，但是很多人起身就說，哎呀又要做工了，哎呀好辛苦啊，即刻哎呀又要眼瞓了，即是起身感謝耶穌，耶穌愛緊我，然後呢回應神，回應神敬拜讚美耶穌，我愛你，我感謝你，我歡喜你。其實你成日可以就對神，我歡喜你，我中意你，有你真好。當你時時在神的愛中，你就能夠憐憫人，這個群體就可以影響周圍的人。你想不成為這樣的群體？但很多基督徒是受傷害、苦毒、淒涼、可憐，因為為什麼小親近神？因為這個世界上唯一的力量，真正力量來源就是神那裡。你越親近神，神的恩典越多。而當你憐憫貧窮，這個聖經說你借給耶和華，耶和華必償還。當你憐憫人，神必定償還，神必定祝福你。我希望大家看到神的愛，你會去思想去回應神。在這一陣子，我短短的時間帶領大家有一個，我彈琴的位置，幫助大家有一個享受神的禱告。因為想著耶穌在祝福我們，主耶穌爱我耶稣，
中咧有啲人可能好多伤害，俾人伤害好多，系神今日嚟医治我哋，耶稣今日嚟医治我哋，耶稣今日嚟安慰我哋，释放我哋嘅灵。虽然可能周围嘅人伤害你，但神定义去医治你。喺呢一阵，佢话主耶稣，求你医治我，医治我嘅忧伤，医治我嘅重担，释放我嘅灵，让我能够轻省。耶稣话：凡劳苦担重担嘅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释放我的灵，使我能明白你。释放我的灵，使我能真。让重担卸下，使我能得释放。释放我的灵，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我们可以释放的。耶稣，我们可以活在你的爱中。耶稣，我们可以活在你的爱中，被你医治。耶稣，我们可以活在你的爱中。我们都可以回应你的爱，我们可以爱人爱神。不只是儀式，不只是一個教堂的活動，是天天都是活在神的愛中。多謝天父，我們祈禱奉主耶穌聖名。請坐。我想問大家，在這個過程你有沒有被神的愛感動？有沒有想去愛神更多呢？有沒有想回應神？有沒有說真的親近神那麼好，在這一陣去享受神那個一路用詩歌去想著耶穌的愛的時候，有沒有覺得、原來這麼舒服的？我希望大家真的會活在神的愛中，享受神。因為如果不是，我們一世勞苦受煩，轉眼成空。但如果我們活在神的愛中，我們就早早飽得神的慈愛，好叫我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。很多基督徒呢是活得很累的，好辛苦的，但是神是想我们活得喜乐、轻省、充满力量，并且祝福周围的人，这样好不好？好。可不可以啊？可以。难不难啊？不难。不难的。哈利路亚，并且享受的，是不是？是享受的，可以享受的。希望我们真的享受神。哈利路亚。神的子民应该就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？神的子民就活在神的爱中，日日享受神，不是呢痛苦、流離、孤單、孤兒心態，而是成日享受神的愛，你就活得一生一世歡呼喜樂。
祝福大家，哈利路亚！请大家将呢个信息传喺心中，并且活出嚟嘅。